你好，我是澳门的一个厨师，我叫梁大山，就是今天我做了一个菜，就是说姜葱炒袋鼠肉，袋鼠肉就是比较偏酸，就是有点骚味，所以今天我做的就是要姜葱来炒。大家好，我今天做一个最简单的中国人吃法，姜葱炒袋鼠肉，有袋鼠肉啊，有姜，有葱，还放一点野山椒，一点红色的紫天椒，蒜蓉，就这么多。Oh.